同学们，我们今天来进行无表情味觉比赛。什么味觉比赛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呀，还要无表情。哼，看，这儿有一瓶白醋，你们谁能一口气喝下它，并且没有表情，谁就胜利。一口气喝掉，我的妈呀，想想就酸爽的不行。你们谁先来？老师，这赢的人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一个月不用写家庭作业，这个奖励怎么样？好啊，老师，说话可要算数哦。来，给纸杯。哎呀，老师不行，我喝不下去。二狗，你来。好，好的。老师，这味道太上头了。你们呀，连这一杯小小的白醋都喝不下去吗？老师，实在不行你试试呀。你就是知道我们喝不下去才故意让我们比赛的。就是啊，谁能喝下去这个东西？要不然你试试，还要面无表情。是就是，你们看好了啊。怎么样？哎呀！天哪！老师，佩服佩服。我们还是回家写作业了。就你们，比我还差得远呢。哼！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